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是安保防盗的高级系统顾问 John。今日地智慧城市系列的第五集，同大家讲下智慧酒店。智慧酒店是指利用创新科技和传统酒店营运结合，带给住客全新入住感受，同时提升营运效率。常见特点有手机订房、自助入住、人面识别、智慧房间、机械人送餐等服务，配合完善管理系统，进行大数据分析。一句讲晒，智慧酒店不但给住客新颖体验，亦革新了酒店经营方式，创新技术为酒店营运翻开新一页。预订入住、起居用餐到退房，客人都可以感受到耳目一新、前所未见的服务。手机订房，透过手机程序，顾客可以知道酒店提供的房间类型、相应价钱同埋供应情况，并进行预订，然后利用电子方式即时付款。而且酒店大堂设有自助入住机，只要出示预订二维码同埋身份证明，并通过人面识别身份后，即可入住酒店房间。智慧房间，住客不再需要门卡进出，可以用人面识别方式进入。仲有，除了可以利用流动装置或语音操控整间房间的电子设备，例如灯光、冷气、窗帘等等，更可藉此点购客房送餐。自助服务，住客可以用人面识别方式出入游泳池、健身室、酒吧、贵宾餐厅等场所，仲有智能机械人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，例如有运送物资、送餐、带路等等。而 AI 品牌大肆更替代部分前台功能，24小时对应住客不同需求，例如预约餐厅、回答简易查询等等。除了创新体验之外，智慧酒店不但协助制定策略，更节省经营成本。数码转型，这个是智慧酒店一大特色。管理层可以即时透过管理软件得知全盘营运数据，并用人工智能和机械学习等方法预计未来营运前景，协助企业决策。清晰的电子记录更可提升营运效率。系统会记录顾客相关的使用习惯，下次会提供更好的体验。节省资源，自助入住、无人款待等技术大幅减少酒店营运的人力需求，大大减轻经营成本。而且接驳了感应器的电器，在无人使用的情况下会自动关闭，不但减轻人手管理，更可避免浪费电力资源。总而言之，全球酒店业均致力带给顾客创新体验，不少功能已经投入试行阶段，我们拭目以待智慧酒店的未来发展。想了解更多最新的科技资讯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比例。下条片再见。